次机会。 安全地送回史莱克，哪怕搭上我的性命。
厉害，剩最后一次攻击。 先以君临天下吸引视线，再以极致之兵封住对手。杀招却是最后一剑，玉浩这套连招真是漂亮。也是幸亏龙前辈信守承诺，否则玉浩已经死了。多谢两位院长的救护，我虽然只有个三招，却已将魂力、精神力全部耗尽。虽然侥幸获胜。 但你能感受到，那龙香瑶似乎还有所保留。前辈，您就这样放他们走吗？老夫言出必行，你若不服，可以单挑对面两名封号斗罗，不是三名。 元君到了，桃界斗罗。 玄老，是你，玄子，好久不见，你竟然还没死！<笑>是啊，老而不死是为贼，穆文去了，我却还活着，我还活着呀！ 玄老，走吧，我们回去。 玄老，那龙皇斗罗跟老师之间到底有什么纠葛？ 穆老与龙逍遥少年成名，皆是于200多年前的那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他们一人拥有光明圣武魂，一人身负黑暗圣武魂，在大赛上打出了黑白双生龙的名号。原来老师与龙逍遥这么早就认识了。那届大赛上，唯一有能力与他们争锋的，是一名叫做叶溪水的女魂师。 再后，三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好朋友，但现在龙逍遥似乎对老师还有敌意。那也起因于那个叫做叶溪水的女魂师。具体穆老不曾多讲，我只知道，因为叶溪水，穆老跟龙逍遥曾有过几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最后，因为穆老在同本体宗前任宗主独臂死的战斗中受了不可逆的伤而终止。 那已经是100年前的事了。龙逍遥也是在那时销声匿迹的。那叶溪水呢？他在100年前就已经是威震大陆的超级斗罗，而且他堕落成了邪魂师。
我们到史莱克城了。几年时间，不知道史莱克的各位都还好吗？以后返校后，你暂时住在海神阁，活动结束之后再给你安排住的地方。活动？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玄乐，两位院长，我想先去史莱克城给大家买些礼物，然后自己回学院。 这件储物型魂导器算是你拜入唐门的礼物。小雅老师，你还好吗？小雅老师，小桃姐，我一定会找到你们的。 史莱克学院，说不定就能见到我姐姐了。难道她就是王东说过的姐姐？幸会啊，申哥，我已经迫不及待见到王东他们了。你好，请问史莱克学院怎么走？啊，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到了。下午好。下午好。 下午好，同学。下午好。好久不见。你好，同学，学长好。他是谁啊？王东不在。 周老师，班宇老师，周老师，你看到王东了吗？王东，明晚海神湖将举行海神园活动，你在那里就能找到他。海神园？海神园？那是什么？ 海神园是景仙内院弟子参与的异性联谊大会，耶！历劫出了很多对恩爱情侣。学妹，你们这是要去参加海神园大会吗？王东怎么会去这种活动？也对，他的长相确实很受女同学们喜欢。去海神园，估计会很受欢迎吧。
洛尘，海神园你去吗？想不到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二师兄，你也来了。嗯，海神园上有我心仪的人。相亲大会正式开始。几年的朝夕相处，竟然都没有让我察觉到你是女生，我真是无可救药的笨蛋呐！王董，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别慌，这只是我的第一魂技精神干扰，给你一个机会赢我，扫一扫这个神奇的二维码，关注斗罗大陆官方微信，提前获取官方重要情报，解锁隐藏修炼秘籍。想打赢我的人都关注了，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
手了，再见了，别不想回头啊，像心中的梦啊，去追吧，这个女学员好熟悉，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时就知道你是一个特殊的女生。楠楠，对不起，我心中早已有了一道不可磨灭的身影，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